比格犬为什么是实验犬？比格犬常被用作为实验犬的原因有：一、疼痛感低；二、服从性强；三、体型适中。比格犬对疼痛不是很敏感，忍耐力比较好，体温稳定，而且血液循环系统很发达，恢复的会更快一些。比格犬的遗传疾病比较少，也不容易生病，抵抗力强，在体质上有一定的优势。比格犬的性格非常温顺，训练起来很简单，没有攻击性，不会出现咬人反抗的情况，这样会让实验工作更加的稳定。比格犬属于中小型犬，体型不大不小，适合作为实验犬，所以在一些眼科、药理、外科、毒理等研究方面，都会把比格犬拿来做实验犬。